想吃青菜，低热量减肥，除了水煮外，还能够有什么好方法呢？今天我们请到了 Patty 老师来教大家一道酸酱菠菜，让你煮出色香味俱全的低热量青菜料理。我们今天要示范的是酸酱菠菜。首先，我们将我们的昆布高汤用小火煮开，冷却后，我们加入我们的柠檬汁、酱油，调和之后就是我们要的酸味淋酱。酸味淋酱可以多做一些，密封之后放在冰箱冷藏，大概可以放个2个礼拜。接着我们将海带芽冲洗干净，再用热水泡开，捞起沥干，然后再准备一锅水，加入盐巴之后将水煮开，把整颗的菠菜放进来煮，等水再次沸腾的时候就可以把菠菜捞起来，淋去水分，菠菜再把它切断，摆入盘子内，撒上海带芽、白芝麻，再淋上我们的酸味淋酱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提醒大家，水煮的青菜煮太久会破坏掉里面的维生素，所以你可以多用一点水量，至少比汆烫的分量多5倍的水量，可以保留更多的营养价值哦。